笨兔子。森林里有一只笨兔子，他知道狐狸很聪明，就去请教狐狸，请告诉我，我怎么才能像你一样聪明？狐狸听了，眼珠一转，说：这个简单，我知道一个变聪明的方法，我告诉你，你可要保密呀。兔子点点头，狐狸接着说：森林深处有一棵千年老树，你只要用力撞一下它，你就会变得和我一样聪明。兔子听了，马上照办。等到笨兔子撞到树后，疼得晕过去，躲在一旁的狐狸冲出来抓住了笨兔子。故事完结，制作人郑亚文。